年轻的时候啊，吉姐曾经是苗条有致，但是疏于管理，就让体重暴增至80公斤。身为护理部的主管，吉姐就决定靠着饮食管理，少吃多动。7年下来，已经成功瘦下了25公斤了。今天吉姐就要介绍减肥餐：素干贝佐油醋酱和杏鲍西生菜，一起来学习低卡料理吧。